是啥物的炮啊？金门开始闹炮啊！
邀请我们的李副市长带领我们化西大使同行，从出发目前经过我们台的是化西大使的同行，我们的同行还有协会的同行，也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，我们今天将我们的绕境的动线的走道呢，可以让我们的社头可以顺利的往前，请不要阻碍到他们的动线。